猫尿路感染的症状。谢先笑，国家注册职业兽医师。公猫尿路感染，它会频繁的进出猫砂盆，会频繁的蹲，它会频繁的舔它的生殖器，它的生殖器会充血，会尿出那种血一滴一滴的，颜色比较深。还有的猫它会尿不出来，排尿的困难，如果引起猫咪的排尿困难，它就会引起尿闭，尿闭的话猫的膀胱就会比较大比较硬，你用手去触摸它的腹部，它就会感觉到疼痛。在猫咪七八个月的时候，还是建议给它绝育，状绝育以后及早发情，它就不会频繁的去舔食它的生殖器，从而也会减少尿路的一个感染。公猫尿路感染，它会频繁的进出猫砂盆，会频繁的蹲，它会频繁的舔它的生殖器，它的生殖器会充血，会尿出那种血一滴一滴的，颜色比较深。还有的猫它会尿不出来，如果猫咪出现排尿困难，还可能会引起尿闭。